接下来的看到我们舞台一左侧呢，是这么漂亮的学员们啊，他们是宋小琴，星期三晚上宋小琴老师的日本舞咏与调通文化的课程。是，日本舞咏是以心为主轴，学习舞咏的优美，让肢体得以舒展，放松压力，融入美境，享受多国文化不同的艺术领域，培养身心灵健康，美化人生，留下美丽的镜头。是，今天带来两首曲子，第一首是《放浪记》，第二首是《郡上下着时雨》。我们欢迎宋小琴老师所带领的日本舞咏与调通文化。
しめて郡上のしぐれて袖しぼろ的师生参与社区展演活动，热心公益，交汇乡里。我们现在恭请陈校长、陈连真校长颁发感谢状。